到香港西中，141公里，这高铁过去挺快的，1个小时左右到了。到了香港之后，就是换头到北头，准备开回广州南去。说是说去天天去香港嘛，去2-3次，但没见过香港长什么样。因为这个广深港高铁，它从深圳北站一出去之后，它就进隧道了，就是一个地下隧道，它一直到香港西九龙，就整个都是地下的。那我们自己调侃说，我们转行开地铁。家在韶关，离这里220公里，坐高铁回去大概1个小时。我2个小孩，一个男孩一个女孩，大的男孩今年7岁，小的女孩刚1岁多。爸爸，军哥，军哥，军哥，然后我小孩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哎，爸爸，你不是开高铁吗？”我是啊。他说：“我们那有个课就上高铁的。”他说：“你能不能去跟我们讲啊？”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高铁。我坐这个高铁去云南。我坐过这个高铁去广州。我觉得我很幸运，就坐一个火车时间，我有幸把我们国家的车火车都开了个遍。最先参加工作的时候开那个电力机车，内燃机车，我从东风4开到了东风11。到这边来开动车的时候，我又从一星车开到复兴号了。就刚好我有幸见证了，我也有幸参与了，就是我们国家这20年的铁路变化。但这个变化实在太快了，20年基本上都是在车上过。新的一年，想就想有更多的时间能陪一陪家人，就是希望他们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。